大家啊，那股市的操作，尤其是指数的操作，你想要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哦，听清楚哦，指数400点就是1倍的获利哦，那800点就是大赚2倍的行情哦，啊，所以指数操作你要掌握倍数的获利，大波段的获利。对主力筹码的结构，你一定要了解吗？你一定要了解主力筹码，掌握主力筹码，你才能掌握趋势，你才能掌握波段的获利嘛。今天操作指数，不是说看到涨了就跟你心太多，心太多；崩了就跟你心太冲，心太转空。你将会赚钱吗？对不对？7月底涨到10994。哎，多少做指数卖软体的老师，心太多，心太多，市价多，赶快多多一多，8月崩了800点，你命都没有了啦！跌下来开始恐吓你，心态转空，心态转空，心态转空，到今天呢，你又被嘎了400多点，所以不是说看涨喊多，看跌喊空，你将会赚钱吗？不可能的嘛！你看看7月底。当时一路大涨到10994，对不对？当时我们是怎么样从主力筹码结构掌握，是不是向下放空来？啊，所以你看看全市场，全市场真的，张老师30年的专业啊，是不是全市场唯一领先呢？划线给大盘走啊，全国投资人。麻烦自己亲眼眼睛见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当时在这，你不用说张大伟，你这么准了，不用不用。当时在这，你自己看嘛。7月底是不是在这？啊？我跟你讲什么？我跟你讲什么嘛？我没试过马后炮，我连你只要加入我的 LINE 的族群，我有没有事先跟你预告？事先给你规划这个向下放空800点的行情，来亲眼看一下啊！7月30号，导播，7月30号你加入我的 LINE 呢？啊，当时压力10835，叫你赶快空嘛，导播拉下面点，赶快空啊！有没有？7月30号，哎，7月30还在哪里啊？看一下啊，7月30啊。当天还在10909哎，当天你连加入我的 LINE，7月30号，当天早上还在10909哎，我跟你讲什么？啊？7月30号跌破上升趋势线，赶快空啊！我有给你心太多吗？哈哈，心太多，多多多，市价多，我有害你赔800点吗？当时7月底，赶快空。从整个筹码结构很清楚的趋势向下，啊，有没有划线给大盘走？啊，7月底带了全国同学，连我赖10000多人呢，全力放空，全力放空，多少点？800点。800点送给你啊，所以你看主力筹码结构重不重要？你想不想学？你要不要学？你赶快加入我的 LINE 啊，在 LINE 里面我都会关键重要转折都会教你，我都会教你啊。对，全台湾，你看哪一个老师的 LINE 7月底叫你空的？是不是只有张大文？啊？听我的话，800点，哎，指数800点赚多少？800点你就是100万赚200万呢，200万你赚400万呢，这赚翻了。加入我赖通通有啊，7月30号有没有叫你空？啊，7月30号你的老师还在心太多，还在多多多，对不对？在109几还在市价多，你马上灰头土脸的了，啊？800点，你不断头多少次啊？好，
8月份跌到10180，我跟你讲什么？我跟你讲什么嘛？我说 A 波下杀以后会开始进行什么？B 波的反弹有没有？你看啊，从7月底全面放空，是不是先带你赚800点？有没有？没错吧？然后从8月6号，亲眼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让你亲眼看一下，来导播，对不对？7月底全面放空，是不是将近800点？8月6号当天啊，来来来，全国赖的同学，大户 AI 城市10149，翻多嘛？8月16号10293再多嘛？8月26号上礼拜10302还是多啊？上礼拜有没有26号？10305再加码多，29号10394还是多，29号10411还是多，一路多多多多，从8月6号，10180领先公开预告，逼迫反弹向上翻多，到上礼拜302还是加码多，到今天，多少点？还用讲吗？又是400多点的行情，完全在我们主力筹码结构的事前的规划中。那昨天台北演讲有一个投资朋友，上礼拜空了8口，我昨天演讲我就跟他讲了，我明天10550附近你空单要赶快回补，就今天一早有没有？今天一早是不是杀到10550附近？1050附近，对不对？我说你空单赶快回补，看到没有？尾盘又涨了50多点了，哈哈。所以张老师的话，你真的要认真听那上礼拜这根长红，我礼拜五、礼拜天、昨天台北演讲，我讲得很清楚，这根长红已经代表什么？已经代表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要懂嘛。这根长红带量已经突破了整个什么？整个底部整理形态的紧压，所以光是这根长红，它主力筹码结构的意义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趋势短线开始怎样？多方正式向上的一个翻多，所以这一波从8月6号8110也好。尤其上礼拜大跌到300附近，告诉你拉回赶快多，逼迫反弹。上礼拜五的长红已经正式跌突破整个底部的紧压，所以目前的整个筹码结构是向上翻多的。所以为什么空单的投资朋友今天一早告诉你回撤到10550附近，你空单一定要回补，因为这个地方绝对还有高点，绝对还有高点。很清楚的，所以当你了解主力筹码结构以后，多空你都不要去算，连接下来趋势是多还是空，多会涨到哪里，空会跌到哪里，一目了然。你掌握主力筹码结构所以你，所以张老师以后我开课你真的要好好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每一个月也会有专业的这种课程，像昨天就是类似一个专业的教学，你一定要来，你一定要学，只有学主力筹码结构，你才能领先划线给大盘走啊！你看我们这一路以来多开心啊，你都不要烦恼嘛。7月底领先划线给大盘走，全利空，轻轻松松800点呢。哎，我们4月份放空800点，5月底翻多，这1500点呢，这两次我有做错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要我们错很难呢，因为我们每一个转折都是从整个筹码结构 AI 程式，这次7月底放空800点，打下来翻多，到今天又400多点，而且行情涨完了没有？跟你讲得很清楚，行情会涨到哪？昨天来台北这个现场AI 程式教学的投资朋友都有见证了，我已经跟你规划行情要涨到哪里了，我已经规划，
所以当你掌握主力筹码结构，行情将来涨到哪里，你根本就不用猜，不用赌，不用算嘛，算什么？算了半天，算对算错，一目了然，啊，所以这个行情会涨到哪里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。想知道投资朋友不要啰嗦，很简单，你赶快，啊，赶快输入小老鼠 King 518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你现在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这一波反弹会涨到哪里，在 LINE 里面我都会很清楚的跟你交代。就像我七月底全国谁敢带你放空啊，是不是有 AI 城市大户 AI 城市送你800点，打下来谁敢一路预告翻多呢？到今天450点啊，甚至上礼拜8月26号302短多 AI 城市都跟你事前预告，26号10点32分305附近赶快做多，哎，当天收盘还在305啊，你别跟我说你买不到啊，29号394再多，29号12点48411附近市价1041附近市价做多，市价做多，到今天又300多点了，一口60000呢，从上礼拜到今天一口就60000了嘛，你还要什么呢？你我不要说你做几十口，一口就60000呢，我们的投资朋友3口5口最起码了，5口就多少30万呢，短短几天，上礼拜到今天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啊，你再看我们的 AI 城市的啊优点，上礼拜29号告诉你411附近为什么要市价做多呢，为什么要市价做多呢，对不对，时间价位12点48，哎，这都给你啊，啊，为什么，来看一下我们 AI 城市，上礼拜是不是在10400附近就是多，来到我拉远一点，整个拉远一点啊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，上礼拜在10400附近有没有一红到顶，一多到顶，今天涨到多少，导播拉近点，是不是10615啊，啊，就连上礼拜大户 AI 城市，对不对，这是 APP 手机版，在10400附近就是一个多，一红到底，今天这200多点，这又是送分题吗，所以多操作就是都让你很清楚，就像血压计一样，高血压低血压量出来你还要在那边算吗，啊，还要跟医生在那边算了半天到底高血压低血压吗，血压计量出来高血压就是高血压，低血压就是低血压，答案出来了，所以 AI 程式的好处就是不要你模棱两可，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，懂不懂，所以 AI 程式主力筹码多空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完全不要你去，完全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空间，对不对，七月底空就是空，800点，从8月份打下来多就是多，180多，上礼拜302还是多，不要怀疑啊，305多，394多，411多，到今天300多点，对不对，那整个波段反弹400多点，尤其又突破了整个的紧压，所以目前对吧，多方趋势不变，只是问题要涨到哪啊，要特别注意哦，为什么呢，因为涨上来之后会面临什么七月份的什么上档的套牢卖压，所以这波反弹的反弹满足点在哪里，所以这波反弹满足结束之后还是要注意反手一个避险的操作，好不好，但目前还没到，你不要急，目前放空的时间空间跟时间都还没有到啊，所以目前短线这个礼拜指数拉回以多方为主，好吧，那目前整个反弹的满足空点时间空间还没有到，什么时候会到，很简单，现在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啊，你赶快加入张老师的 LINE 好不好，那这一波反弹的时间空间的满足点我会第一时间再通知你啊，跟着我们反手向下避险短空的操作，但目前还没有到，就像我们四月底叫你放空800点，对不对，
七月底再空又是800点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次反弹满足点到了之后，还是一样，要注意高档，反手避险短空的操作。目前时间空间还没有到啊，不要急，赶快加入我的 LINE 啊！这一波的反弹满足时间空间，第一时间我会通知你，好吧？第一时间我要通知你啊！那最聪明的，赶快把我们操盘大师178请回家，把 AI 程式请回家啊！你第一时间会跟我们同步分享整个转空的讯号，好吧？所以把操盘大师请回家，跟着我们掌握一起发，软体加电脑，日盘加夜盘，啊，第一时间掌握转空的一个讯号很重要啊。再来股票操作更是不能猜啊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参加很多老师，对吧？每天推荐两三档，一个礼拜下来就10档，一个月下来带你满手30-40档股票，我告诉你，你绝对完蛋了。你看看这一路以来，我们全国同学见证，你加入张老师会员，我们股票重压就是这么一两档股票，啊，这一路以来送你的升阳半，大家亲眼见证的，涨了一倍哦。错过升阳半的，我跟你讲，升阳半是什么 ？TWS 无线蓝牙耳机的商机。今年无线蓝牙耳机成长一倍啊，啊，去年5000万套，今年上看1亿套，明年持续爆发成长。所以在无线蓝牙耳机错过升阳半大涨一倍的，我接下来跟你讲谁？是不是康控？康控打入苹果无线蓝牙耳机的一线供应链吗？所以康控打回120多块，我告诉你，主力筹码怎样？翻多进货了，翻多进货了，准备展开大涨。甚至昨天台北演讲啊，一个太太手上有康控被套了，我说你安了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跟着主力筹码同步向上翻多操作嘛，所以大家亲眼看到，今天康控亲眼见证啊，早上十点以后下班了。涨停锁死，对不对？康控多漂亮啊！啊，对吧？一多上来大涨40多块，涨停再锁死啊！那康控会涨到哪？好不好？康控会涨到哪？不要预设立场啊！目前以多为主，一切拉回以做多为主，好不好？再来啊，神盾有没有啊？我从，对不对？从7月份一再跟你报告。今年中美贸易大战，华为受伤，苹果也受伤，有一个人受惠，渔翁得利，谁啊？三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中美打仗打得越惨，哎，韩国捡便宜了，三星捡便宜了，那我说三星抢占华为在欧美的市占率哦，那谁捡到便宜了？三星的供应链嘛，那三星今年不论推出Note 10也好，啊，现在 A 的90系列也好，啊，采用的光学指纹辨识的唯一的供应商就是神盾，所以神盾从202一路跟你报告嘛，不论未来产业的展望，对不对？主力筹码翻多，一切拉回都是买。当时神盾带着全国投资人重压，哎，定高低耶，对不对？很多大资金的。我都跟人讲，你就重压神盾就好了，定勾机。你看看神盾让我们的投资同学赚多少啊？从202，今天神盾呢，大家自己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今天已经281啦，是不是？10张快80万了，10张就快80万了，涨不完了，哦，涨不完了，好不好？再来，我们一路送给大家四星，大家也亲眼见证，从70、80一切拉回都跟你预告，都是买嘛 ，AI 晶片嘛，哎，又涨了快要一倍了，从70到130多了哦。那当然，短线涨多了没有叫你去追，但是这档四星二号，今年整个获利大转机，尤其第二季的 EPS 大赚了9元呢，听清楚，第二季耶，不是一年呢。单季赚了$9呢，那结果股价才在9字头哎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主力筹码翻多，股价会向上调整啊、哦，向上调整。今天有没有大涨？今天有没有大涨嘛？
好不好？今天股价再创波段的一个高点喽，啊，已经三位数喽，它要涨到哪？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整个波段的行情，我们还是十分的看好啊。再来这档5G 商机，未来在所谓的啊 PCB 板，对不对？这种啊需求之下，那这档四星三号也是一样，很完整的一个筹码结构向上翻多，好不好？今天股价大家很清楚，股价才在一字头，今天持续向上攻，再创波段的一个高点啊，股价目前还在一字头，麻烦赶快跟上，好不好？那这波行情到底要涨到哪啊？反弹的满足点在哪里？好不好？你错过七月份带你放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送你800点啊？打下来翻多到今天400多点啊？那这一波台指反弹满足点时间空间在哪里？很简单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第一时间会跟你预告。奶奶注意，即日起银发长辈搭小黄也可以享有优惠哦。只要持台北市或台中市敬老爱心卡，每趟可折抵50元；持桃园敬老爱心卡，车资未满101元，每趟折抵36元；买101元以上，就可折抵72元哦。台湾大车队，友善银发最贴心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股市操作，尤其指数操作，你要掌握大波段的获利，你一定要怎样？一定要懂主力筹码，从主力筹码结构才能明确的掌握趋势，掌握波段获利啊！这是七月底唯一市场划线给大盘走。七月底，我们有没有公开划线给大盘走啊？啊，全国投资人亲眼见证了七月底，当时多少这些啊软体卖软体指数老师。还在跟你讲什么心态多哦哦，心态多多多多，市价多，当时唯一领先划线给大盘走，请你全力放空的，是不是？只有大户 AI 城市，是不是只有张老师啊？空下来有没有让你赚大钱哦？800点呢，指数是2倍的获利啊！好，打下来跟你讲逼迫反弹，从10180翻多，上礼拜302，8月26号302多。305多，394还是多，411还是请你拉回，一切拉回，翻多操作，到今天又是300点了哈，300点，那每天指数一天50点，一个月一口就是20万呐、啊，你上礼拜跟着我们全力翻多，一路重压，今天300点一口6万呢、啊，很。
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行情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多方绝对还没有结束，这里绝对不是高点，所以短线你不要随便的去放空，还会有高点啊。所以这一波台指的反弹满足高点时间空间在哪里？很简单，今天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 只要立刻加入我们的 LINE， 第一时间我们都会通知你啊。加入我们的 LINE， 这一波的反弹满足点，还有赶快把操盘大师一起发请回家，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整个主力筹码结构的操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哦，明天台风来，好想放假。